哦，信号枪，捡上捡上。哇哇哇，又是一把，发财了发财了，两把信号枪，不愧是小核电站啊，就是肥。开车找个安全的位置把它打了，看能落下来什么好物资。先打一发信号弹，另外一发留到决赛圈再用，应该不会有啥人来抢吧。现在这个号还差112分就可以上到无敌战神了。现在拿了4个人头，然后场上还有66名敌人。这超级空投落得好慢，半天都不下来。来了来了，可算是来了，看一看里边有什么。一把狗杂，一把 AM2 狙击枪，不错不错。如果狗杂换成 P90 就更爽了，狗杂腰射太散了。既然没有人来抢空投，没有人来抢空投的话，要不要把另外一发信号弹也给他发射了？要不要发射？还是等一会儿吧，看下个圈怎么刷。要是下个圈还刷在这里的话，就可以发射，这样落下来的物资还可以循环使用。要是不刷在这里的话，就等转完点再发射。哦，还在圈，发射。希望这次能落下来一个 P90。来了来了，看看这个空投里面有什么。M200 狙击枪 ，P90 吉利服，漂亮漂亮，就是要这种空投。这种空投对公公来说才是最完美的。运气真好，还在圈，不用动。没中。他进房子里了。看有没有机会。狙。好像没机会了。好难中啊。又来了辆车。又没中。哎，中了。漂亮啊。狙了半天就等这一狙呢。房顶视野好，来房顶看看。有车声，坡下好像有人。看到了。狙中了，但是没死。再来一枪。还是没中，再来一枪。狙。哎，打空气上了，这有空气墙，距离太远了。这都没中。这个位置不能再待了，把狙换一下然后赶紧走，要缩毒了。把 AWM 换成 M200 狙击枪。现在场上还有13名敌人，看一下公公这个圈先准备去哪。 M 城的人开枪不想让公公进，枪法还挺准，打了公公一枪，然后还卸了一个后轮。人在假车库。哇哇哇，前面的2层楼不会有人吧，就门前有吉普的那栋楼，还是来罐子后面打要比较安全一点。车库的人好像跟过来了，这么凶啊，把车库都让了。你看现在兰陵他不是被夹中间了吗？还好公公身后没人，要不然这波可能要没。完了，不要慌，淡定，就算被震到了，只要自己不慌，敌人他会犹豫的，他会以为自己没震到。维克托还想跟 P90 打，这个人估计就装备太差了，穷的难受，所以说就想把公公绑了，好舔公公身上的物资。穷是很可怕的，兄弟们。假车库里应该还有人，刚才过去了蓝蹦蹦，听到脚步了。哇哇哇哇哇，进到房子内部就不怕外边的人偷了。先封个烟，把视野挡住。人好像在小隔间里。漂亮，七杀到手。厨房楼的人跳下去了，他想去哪儿？他想进圈。现在圈刷了，他不在圈，公公这个位置也不在圈，但是他离圈近，他好像可以卡公公。快速的填一下包，准备进圈吧。好在这里还有辆蓝色的合金龙骨，快走快走快走。现在场还有8名敌人，不会被拦在马路上吧？还有人开3轮摩托车呢。他的目标要比公公更大一点，都没有人打他，那肯定没有人打公公。这里怎么有个红螳螂？这个红螳螂的注意力不在公公这边，反而被公公给偷了。没想到这个红螳螂竟然是淘汰王。
那维克托的就在正东方向，丢壳手雷竟然没炸死，看他的信息，他被人打死了。红楼雷有人，拔雷，人在一楼，会不会在那个小隔间里啊？没在，漂亮。现场还有最后的三名敌人，再添点物资。不要动啊！左侧烟雾不能停，万一有老六的话也不会被偷。除了左侧，也没有地方能打到这里。嗯，看到一个，在围墙后面，能炸到不？扔过头了，再来一颗。他应该不知道是谁炸的他，所以说可以继续炸，继续朝那丢雷。哇，两颗手雷都没有炸死，再来一颗，反正雷多，不信这次他还不死。死了，下一场还有最后的两个。有个人的位置是知道的，他拿的是 MG3， 那另外一个人在哪呢？不是吧，看公公这动向，他难道还想去舔包？别吧，都决赛圈了，没必要冒这个风险了吧。万一被偷了怎么办？也没啥好东西，就换了个甲，捡了个烟雾弹。哎，死了，三场就剩最后一个了。和平止痛药，把能量打满，把信号值补满。听到动静了，在旋转楼里看到了，从二楼窗户丢进去，竟然没炸死，往前压。人在一楼好像出来了，换个子弹，他往二楼跑了，一颗反弹，不知道有没有震到。再扔颗火，跳下来了，漂亮，十一杀吃鸡，这是今天的唯一一把鸡，太难了。但是分给的挺多啊，竟然给了26分，现在还差86分就可以上到无敌战神了。